眼睛很好。阿嬷都不知道，因为是喝酒喝多了啊，桌子都飞起来了呢。对对对，桌子飞起来了。对，好厉害哦。啊，那会。啊，先你说，阿嬷如果年纪大啊，会不会爱上那个魔术师？但小慧真的，哇，真是，几天都不能平复哎！我跟你说，那魔术师是谁？太厉害了，尤其是男主角。哎，您猜猜看，就您猜猜看，是谁呀、啊？您也认识的人，一个帅哥，你认识的，嗯。你爸爸啦！年轻的帅哥啦、啊，今天多一个小帅哥，多一个很小。啊，他不知道吗？他不知道哦，这样啊，你猜中了嘞！他说他匹配给他，他匹配给他。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是谁？很可爱的，可爱的，十岁，十岁，好，你啦，你的，你的，你一岁的，文琪呀，对，哎呀，正确答案。对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没有假。蛋糕里面有有有，等你回来，蛋糕帅哥帮他吃啊。他说你妈妈说帅哥帮你吃蛋糕。你有什么？哥哥没有来啦。早上没来啦。他只要吃就代表就行，吃就好了。没有，今天那个他的弟妹苏马没来呀。妈的，妈的不是打火机吗？可以转。妈的有了，妈的有了。啊？很好啊，很好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过得好，好开心啊！你变的啊！你下家了？谢谢。他讲你好厉害哦，他没教你对不对？啊？比他越早，你看，你拿过来。谢谢谢谢。哦，很多人哦。再退回来。哎。有没有生日快乐？这么可爱，生日快乐！